季节，鼓励于今国家国父啊，敬啊小心。大罗的是哪一位呢？不才是我才姐，你是？有碰到他？还是他哟？哎呀你，还是他舅姑哟。哥哥今天呐、有碰到亲戚的。林师娘呢？你就莫讲起个的亲戚了。哎，讲起亲戚又怎么样呢？讲起个的亲戚啊，我叫林师娘啊，昨天你继续做报告啊，你听到吗？哎，听到听到嘞，我们单上啊还订到公约的。什么订的啦？爹，几个小爹呢就发过一斤，哪个小爹呢发过两斤，那国家国父绝不了劲呐。林师娘啊。那你我的爹伢子呢？喂，哪管得子你的啦？要管我你当你啦，免得跑出来查到集体的骨子，那你就莫怪我菜酒了。喂，你们自己定的公约，你还不服的啦？哎，不是的，我是讲蔡舅哥，你帮我看错的啦。我林师娘不啦，我不是那个人呢。对，我晓得你不是那人呢。哎呀，是的啦，蔡舅哥。那我就少白搭。哎，明明听见伢子叫啊，又没看见伢子，不找问题啊，只怕要来具体的来调查哈子看。这个的，这个饭啊，这个。